原标题：印度以这样的理由反对公布买航母细节，吃了亏还怕人知道。印度能从全球很多国家的手中购买到军事装备，却在武器贸易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众多的军购大单中，又以印度海军获得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最为传奇。目前，维克拉玛蒂亚号是印度海军唯一的现役航母，而当初为获得这艘巨舰，印度的投入非常庞大，而且脑子简单的蛇一样钻进俄罗斯不好的口袋。在出售戈尔什科夫号这桩贸易上，俄罗斯早期的慷慨变成了后期的贪得无厌。维克拉玛蒂亚号的前身是一艘基辅级载机巡洋舰，即戈尔什科夫号。戈尔什科夫号于1978年2月17日铺设龙骨，1987年正式服役，前后花了9年时间才建成。在服役不到10年时间之后，由于运行费用昂贵，俄罗斯不得不让他退役。印度海军随即看上这艘船，并希望能够获得它。对于印度的兴趣，俄罗斯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和慷慨，提出将免费提供戈尔什科夫号，只不过呢要收一点点的改装费用。双方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4年签署合同，内容是俄罗斯免费提供戈尔什科夫号，而印度则需要支付8亿美元的改装和升级费用，另外用10亿美元来采购飞机和武器系统。在那个时候，尽管改装费用略显高昂，但总体上这笔买卖还是很划算的。维克拉玛蒂亚号的到来，是印度曾经短暂拥有双航母编队，当时无暇顾及武器贸易本身，但谁料到后来俄罗斯一再改口，改装升级费用节节攀升，工期屡次出现延误，最终印度为戈尔什科夫号变成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花费了 23.5 亿美元。对于这笔买卖，其实只要稍微跟踪两者的武器贸易过程，就能得出印度在获得这艘航母的事情上被俄罗斯深深算计了一把。只不过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回国后，印度上上下下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尚无暇顾及这笔贸易投入过大的事情。随着米格 29K 舰载机出现问题，俄罗斯和印度对于该谁来承担责任这个事情上发生分歧，最终碾酿成了对整个武器采购合同的质疑。德里最高法院介入，若要对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的单子进行质询，就必须得到关于整装武器贸易的细节，而且一些内容还得向外界公布。在获得维克拉玛蒂亚号的欣喜散去之后，印度逐渐认识了这桩贸易的本质。米格 29K 的印度订单使俄罗斯航母也能跟着买到舰载机换老旧飞机。就在这个时候，印度国防部站了出来，认为不应当公布从俄罗斯获得戈尔什科夫号航母的信息，而且还给出相应的理由。该机构指出，印度从俄罗斯获得戈尔什科夫号航母，两国已签署保密协议，而一旦披露有关信息，那么势必会波及其他的武器贸易，并最终影响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个理由虽然很冠冕堂皇，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代表着印度国防部真的会担心两国关系会受这桩武器贸易的影响。笔者认为，其实印度国防部更担心的是细节披露出来之后，两国在这桩贸易的暗箱操作会成为极大的丑闻。根据媒体之前发布的信息，印度武器采购人员在谈判时完全被俄罗斯牵着鼻子走，公布印度购买戈尔什科夫号的细节，无异于将暗箱操作放在聚光灯下，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俄罗斯武器贸易专家很善于抓住印度武器采购人员的心理，并将其吹得天花乱坠，然后俄罗斯将印度武器采购人员送往高档的宾馆，并竭尽所能投其所好，哪怕是实施巨额贿赂，采用美色来诱惑也在所不惜。最终印度武器采购人员在俄罗斯凌厉的攻势面前败下阵来，几乎全盘答应了后者的条件。对于个人来说，这些武器采购人员
甚至可以中饱私囊，满足己欲，但整个国家却因此吃了大亏。德里最高法院展开调查和质询，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些印度人已经开始反思和重新评估当年获得戈尔什科夫号航母的这桩贸易。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可能会展开秋后的追责。然而，这将是一个困难极大的工作。印度国防部给出的理由看似不可思议，但的确存在着合理之处。也许此刻他还没有底气来开罪俄罗斯。印度官方采取的做法倒不一定全错，毕竟还得从俄罗斯采购，同时印度还希望从俄罗斯购买武器，比如获得 S-400 防空系统或更先进的战斗机，而雷克拉玛蒂亚号的大修也可能需要其帮忙。责任编辑。